Hello， 各位欧洲的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我是肯伦，欢迎收看这支影片。又来到核心实测的时间啦！本次的主角是幻影侠盗。新加入的玩家在制作核心时，是不是不太清楚要准备多少颗核心，还有要选择哪些技能呢？这个实测除了会吃满五转四技外，还会依据各个职业所需的二核三技、四核六技，甚至到六核九技，介绍各个职业所需的技能，让你们挑选技能不困难。还有就是，嗨，肯伦频道除了有每周抢先看、每月改版及任务教学等等新风之谷资讯外，还有各式各样的新手教学影片，让你们更快入门，还有接收即时消息。你的订阅就是肯伦持续做下去的动力，一起来支持，拜苦们。首先，在核心实测之前，先跟大家简单介绍影片中专业术语还有制作流程。五转四技是指每个职业五转后获得的四个专属技能，核心系统分类为技能核心。强化核心，一颗强化核心会有三个技能，会随着强化核心等级而提升，而一个核心最多强化25等，每个技能最高可到50等，可以借由多颗强化核心来提升。完美核心是指一个强化核心内的三个技能都是你所需要的，因为每个人想要的技能可能会不同。二核三技是指两颗核心就能将三个技能升到50等的简称，但注意每个核心都有一个技能名字，而每个技能名字的核心只能装一颗在 B 矩阵。四核六技是指四个核心就能将六个技能提升到50等的简称。六核九技是指六颗核心就能将九个技能升到50等的简称。备注说明 ：V 矩阵的蓝位可透过蓝位强化额外提升5等，所以两个核心蓝位可额外提升10等。因此，一个技能强化的最高等级其实是60等。为了避免之后核心实测的问题，影片内容只会依据强化核心实际可提升的50等来说明，不看蓝位强化的额外提升。接着来介绍本次的主角幻影侠盗，是一支虽然是英雄团，却与冒险者密不可分的职业。可以透过道义有道使用冒险者的技能是他的特点，相当的有特色，就来当做第27集的主角。幻影侠盗是一个可以使用六合九技的职业，伤害提升的幅度很不错。接下来会推荐幻影侠盗六合九技给大家参考。连压途径，幻影侠盗的主要技能之一，使用时可边移动边输出，打王时较灵活。技能20等，打怪数量加1；技能40等，无视防御20%。炫目卡牌、死神卡牌，幻影侠盗的主要技能之一，可同时强化炫目卡牌与死神卡牌的伤害。暴击时触发可堆叠卡牌数，伤害很不错。技能20等，暴击几率5%；技能40等，无视防御20%。卡牌风暴，幻影侠盗的伤害技能之一，按压技能可边使用边移动，必定暴击，按压越久范围越广。打王链等都不错用，技能20等打怪数量加1，技能40等无视防御20%。这是主要二核三技推荐。最终的夕阳，幻影侠盗的底 buff 位移技能是瞬移判定，被打到的敌人无视防御20%，技能20等打怪数量加1，技能40等无视防御20%。玫瑰四重曲，幻影侠盗的超技能是范围伤害技能，使用后会在地上持续造成伤害， CD 短很有效益，技能20等暴击几率5%，技能40等无视防御20%。道义有道二，幻影侠盗的特殊技能可偷取冒险者的二转技能，通常会选用练等用的基本爆破或是增伤用的激励，技能20等暴击几率5%，技能40等无视防御20%。以上是四和六技推荐。道义有道一，幻影侠盗的特殊技能可偷取冒险者的一转技能，通常会选用练等用的基本释放，使核心提升的伤害很多，技能20等暴击几率5%，技能40等无视防御20%。道义有道三，幻影侠盗的特殊技能可偷取冒险者的三转技能，通常会选用练等用的祈祷、剑作或是增伤用的十字伸锁链，技能20等暴击几率5%，技能40等无视防御20%。道义有道四，幻影侠盗的特殊技能可偷取冒险者的四转技能，好用的技能很多就不补充，技能20等暴击几率5%，技能40等无视防御20%。以上就是幻影侠盗的六合九技推荐啦。前期因为核心蓝位的关系，二合三技是推荐幻影的主要技能搭配，接着四合六技选择次要的组合与道义有道二，如果蓝位足够可以加上六合九技，再将其余的道义有道提升起来，而幻影有14个技能可以做选择哦。如果上述的技能不合心意，各位风友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搭配来使用哦。再来制作上，如果没有找到完美核心，我会建议可以选择将其中一颗吃起来累积，等开到完美核心之后再全部吃给确定的就好，因为吃起来的经验可以100%转移到其他颗核心，比起分解成碎片更有效益。那我们二合三技先找它的主要的连牙途径，
连牙途径漂亮，连牙途径炫目卡牌跟卡牌风暴，这其实很不容易找到，因为它有14个技能，你要找到3个其实不太容易，所以刚我看完之后我觉得有点危险了。要找到完美核心我觉得应该要开个两三波，对，应该要开个两三波，然后第一波果然没开到，惨了。好，炫目卡牌，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完美核心啊，先找到一个这个稳定我们的这个军心。连牙途径，哎呀，差一点，哎，差一点啊，差一点，卡牌风暴，哇哇哇，可惜了，好像出事了，各位，好像很难找哎、欸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难找难找，第二波也没找到。好，再来是卡牌风暴，然后连牙途径倒有到，难找了难找了，会不会没有找到，都没找到啊 ？No， 我们二合三技一个都没找到，麻烦了麻烦了，2200颗，我们说什么预计2200颗吗？好，再来找四合六技吧。最终的夕阳，玫瑰四重曲，倒有到二。哎、欸，都有到四，靠，可惜了。哎，我们找到第一个了，我六和九季终于找到其中一个了。最终夕阳、玫瑰四重曲跟倒有到二，漂亮。好，我们再来是玫瑰，这会看到眼睛花掉、欸。哎，又找到嘞、欸！最终夕阳，我们四和六季居然找到哎、欸，我们四和六季居然找完了，好爽哦，好爽，好爽，好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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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倒意。有道，嗯，那我们就道义有道，然后能够他配合，哎、欸，这个好像不容易耶，你要找到道义有道，道义有道，道义有道，好像很难耶。靠北，这个道义有道胜了啦！哦呦，哎呦，哎、欸、有了，干！二三四啊！为什么要来呀、啊？可恶，好不容易找到了。一二四啊，对啊，看着眼睛会花哎、欸。一三四，对，掌声来一点。一三四，到手，到手，终于有一个了，漂亮，我们找到了。找到了，干，找到了，炫目卡牌，哇，漂亮哎、欸，各位，我们找到四个了。二三四，可恶，找到了，都有到一三四，各位，我们找到了，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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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找到了，炫目卡牌连牙途径卡牌风暴，总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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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各位。刚好，哎、欸，多一个啊，分解。哎、欸，跟我们很 OK， 各位很 OK，OK，OK， 耶，各位，我们做完了，总共花2000颗哎，耶、yeah, ，各位，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个幻影侠盗五转世纪以及六合九技的制作，总共花了2000颗的核心。以上就是幻影侠盗的核心制作实测啦，将五转世纪与六合九技升满，总共开了2000颗的核心，不多不少就是2000颗。幻影侠盗可制作的技能有14个，所以算是中等难度。六合九技道义有道开的比较辛苦之外，其余算是蛮顺利的，保守估计准备2500颗应该就能够完成。你猜对了吗？如果你们有想看哪几个职业核心制作实测的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哟。而有想制作核心的风友，把核心准备好，可能可以免费代工，只要让我当素材就好。还有第二道密码，请改短一点，让制作更简单。而每个职业我只做一次，要预约的请私讯可能粉专，下方资讯栏有连结，要抢要快。希望这支影片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风友们。好了，这支影片就到这里啦，大家拜拜。